自己做饭，对，对，在门口，哎，对，来再一个，我就是这个，一二三。没事吧，兄弟？我手呢？手跟他打着头了。三年谋臣，一方。滚！哎，没事，别慌了。一使劲那身儿，然后抱不住，抱不动。其实是一百斤，怕这个真的是，我是没见过的兄弟。哈，不会，我从来没有让你们受过。哎，给他拍打脸。对。我是男人。别怕，一会儿抱我。哎呀，其实是可以的，那就 OK。你好轻啊，你这么轻啊，要轻了，对啊，坐一下。OK， 来吧，一点劲都没使，那就都好，真的，哎，好轻啊，那都好，来吧，预备，开始。轻啊，是吗？你瘦了，绝对瘦了。录下来。他最多，我再也不是那个180斤的我。最多，就是这么轻。来，过来，你都下去吧，上吧。这是我祖父打仗常备的机枪样，不出三点，身后很硬挺。我怎么这么美呀？你穿的太美了。